很啊、哦，我完全没有想到哎，对，因为我就一直觉得应该是，一直觉得应该是，对，不是我的，对，可是，然后一得到的时候，我觉得哦，很爽，非常爽，然后就是谢受评审，对，让我觉得我20岁非常完美，非常非常的完美，然后没有任何的遗憾，然后。我会更努力，对，因为这个奖我会更加努力，然后让所有人看到更好更棒的作品，谢谢。哎，不是金马要求的哦，是公司允许的啊。啊，左边。OK， 啊，从来没有主持过。这是许鞍华导演第5。好，来，我来指挥好了，安静，然后看中间前面，好，中间，好，哎，好，好，那麻烦导演在，有没有哪边还欠缺的？哎，中间再一次，好，啊，这样子被别人导演的哦，这个麦克风交给导演。恭喜许鞍华导演，这是您的2座金马奖最佳导演奖，跟我们聊聊心情啊。是啊，是啊。好，我感觉很高兴，也有点意想不到。啊，为什么会？我现在很放心，因为我希望我们一大堆人来了，希望总有一个奖能拿回去。现在还自己拿了奖，那是加倍的高兴了。那刚才你也提到，就是说这个片子是这个片子选到了你啊，就是是啊，可以跟我们聊一下是什么样的情况吗？是，其实我应该把李彦霖也请到台上，因为他在创作上，就是因为这其实是他的作品。不过我只是替他完成这个任务的接生父，因为他把他想说的故事什么都写成了一些非常详细的材料，然后一直在拍的时候都在帮我忙，跟给很好的创作意见。那这次跟叶德娴还有刘德华合作，辛苦吗？并不辛苦啊，因为他们俩都是非常有主见的创作人，而且经验都非常丰富，也非常有性格。可是他们提出来的点呢，我都是觉得很好的，所以接受他们的意见没有问题。因为如果很多人提出一些意见，而且他们提出来的是加强了剧情，也许是把这个戏弄得更好。就比如在公园里头的那场戏，其实那个词本来那个对白已经写好了，写了好多次，那场还是在现场的时候再自己对出来的，那么比原来的还要好。那如果是好的就没问题了。是，其实导演谦虚了，这部片子您拍得真好啊，把这些生活的细节很细腻地表达出来。那这个作品也在威尼斯及很多的其他影展都得到很好的一个成绩。那你有觉得就是这个片子其实有让香港电影就是从比较流行的这个所谓的剧片的这种拍摄，再回归到就是香港的本土的人文电影这样子的一种味道吗？我看主要还是要它票房好。如果要人投资得奖有点用，可是还不管用。所以我们现在努力的希望在香港争取一个好的票房，那么就会有多一些人投资这种电影，完了其他的导演可以多点机会拍这种电影。好，足影后啊，顺利丰厚。哇！好，平面媒体大哥小姐们 ，OK 了，好，那我们能够得奖也不是容易的，感谢各位的的厚爱。厚爱，好，对，感谢各位，还有这里我再感谢就是刘德华
跟这个许鞍华小姐，因为没有他们的批准，我是不可能拍这部戏的，所以在我年老的时候也可以走一个大运，这是非常的幸运。谢谢各位。叶德娴小姐这次得奖之后会再想继续的接戏继续的拍电影吗？可以的话就可以了。okay. 可以的话就拍了。我们都希望能够尽早再看到您精彩的演技啊。okay, 那边有好多的朋友有问题要提问，对不对？来、okay. 哪位媒体朋友要提问的？好，你们提问吗？哎，那个麦传过去一下啊。叶姐真是荣登金马。叶姐您还是在这里，您真是太随和了。叶姐荣登金马影后，恭喜你。然后这次是从华仔的手上接下这一个讲座，是不是对你来说特别别具意义？对，对，能够从叶姐不好意思，我们回答手看中间。能够从他的手拿到这个奖，真是不容易，真是不容易，很开心。对，大的够吗？好，还有那我直接先问了啊，叶姐这次演桃姐哈、对你来讲最困难的地方在哪里？因为我很久没有拍戏了，很久没有拍戏了，然后要拍很长时间的工，很长时间的工作，对我来讲那个是最困难的，其他的没有什么。因为其他的工作人员他们都非常好，我们很了解这部戏的角色，所以对我来讲不如没有什么特别的困难。 OK、好评审团盛赞刘德华先生这次在桃姐当中的演出都跟女主角有非常好的默契跟表现的。好，我们现在请还要旋转就是了啊。可以哈，我们是把麦克风线上先给我们新出的影帝刘德华先生啊。我对这部电影其实一直都觉得非常大的期望，然后在威利士的时候，然后因为三个大奖，就是其中一个落在任何一部电影，其他的奖项就没了，就觉得好像对导演有一点愧疚，然后很希望这一次在金马他能拿到，就是他拿的时候我非常开心，然后我喊叶德娴，然后我打开的时候我看到他拿影后，我觉得太完美了，这个结局。然后我也希望就是这部电影会让大家看到真正的一个简单的生活是什么东西，然后导演对我的那个怎么说，就是那种引导真的非常非常非常好，然后让我非常有我的空间去表达我自己。然后七年前因为我有一个不是金的
一直下来都很希望能够拿到一个金的，今天真的拿到了。啊，谢谢谢谢你们，谢谢所有电影圈的朋友。然后有一样事情，刚才我也说了，就是因为我们看到台湾的电影从低谷慢慢的跑上来，然后现在我们香港的电影也是非常非常低迷，也希望我们可以像你们一样坚强，慢慢跑回去。谢谢你们的支持，谢谢。我们先看前方啊。好，接下来好，我们看一下右边啊。好，我们再转换到中间一下啊。好，稍微往左边。好，再左边一点哈。好，骗子啊，交缠的非常的厉害啊，在最后终于胜出啊，恭喜赛德克巴莱。OK。好啊，不好意思，我们先啊，就是刘卫导啊，在上面哈。OK。讲座的哦，这么含蓄。真的很感谢的，因为其实我这两天才看到我们整个拍摄的那个幕后的花絮那一块，这样看完以后我自己也蛮惊讶的，除了我看见的，原来还有那么多我没有看见的事情在发生，在被解决这样子。那我真的必须要非常感谢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跟所有的演员，因为他们真的付出的会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惊讶这样子。就在这个时代，这么现实的时代，还有人愿意这么样的付出，我觉得这个是我看是天下难得的事情啊。我真的还好我们拿到这个奖，虽然拿得有点心虚，有点紧张，在那么多强片底下，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是米平了我们前面所有的不足这样子。真的谢谢金马奖，谢谢评审，然后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谢谢。